2023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今天在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举行，有多艘明星舰船亮相，并向公众开放。来看总台记者从活动现场发回的报道。在我身后的呢，就是海巡零一轮，在它的船身上呢有一组蓝色白色的条纹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涂装啊，这代表的是三江四海。三江指的是长江、黄河、淮河，四海指的是渤海、黄海、东海和南海，可见巡航范围之广，肩负责任之重，都刻在了船身上。那海巡零一轮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位于船尾的直升机起降平台，这里可以搭载起重型的直升机，实现海空立体巡航，和岸边的这个人员啊和物资进行快速的转移。因此，它也是我国第一艘兼具巡航、监管、救助功能的大型巡航救助船。今天的海巡零一轮呢，也是获颁全国航海科普教育基地，今后会有更多的人可以在船员的带领上去登上舰船，走进驾驶舱，体验一下航海驾驶和船员的生活。从此，海巡零一轮的功能又增加了一项科普，科普的是船舶的知识，传播的是航海的文化。那在明星的舰船当中呢，有红色的就是雪龙二号，那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。这是我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，在2019年交付之后呢，它和另一艘雪龙号一起开启了双龙探极的时代。4年里面已经完成了4次南极、2次北极科考任务。雪龙二号明天也将从这里出发出征，开启中国第13次北冰洋科学考察。那作为一条极地的科考船呢，雪龙二号的破冰能力是非常强的，它可以破1.5米的雪下冰，而且是双向破冰。在遇到很难拱的冰极的时候，船体可以转动180度，船头和船尾双同动力突出重围。